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，那就是我的 B 站粉丝终于到达了100万啦！这真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时候。那么我应该要做什么来纪念一下，对于我自己来说，以及对于所有观众人，我的人来说，很重要的事情呢？那就是自制一个 MV。翻箱倒柜一小时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哎。谁来救救我？好，我突然换上了红围巾以表达我内心的喜悦。大家知道前段时间我发布了自己的专辑《琉璃》，其中有一首歌叫做《无人生还》，我自己非常喜欢，为此我专门找了舞蹈老师为我编了一段舞蹈。但是你懂的，由于我自己是一个怎么说呢，我也不想说了，但是大家都懂的一个身材状况，于是呢我希望借助一些外力的帮助能够把这个舞蹈能跳出来。我现在要上一个神奇的楼顶，看我们能不能在那边拍 MV。到啦！不会吧？啊？锁上了？哎，那我们只能找别的地方了。哎呀，不会要拍铁窗泪吧？真的不是我不想拍这个视频，而是没有条件拍。所以大家，如果你发现这个视频已经过了一个月才出现的话，请不要怪我。为什么我只有一个头？就手不够长吧，可能就很难。然后觉得我跳舞真的不想给你们看。对，慢，好的好的，大大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出发了。你睁眼睛特别大。来搞根烤肠，走，走喽。